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后生还者。这边有好几只的寻生者跟一只巨无霸，应该是有机会可以绕过去，不过要跟他们硬拼。才拿到子弹吗？那我觉得我应该错过了什么枪，可恶！死了！你太强了吧，两颗火焰瓶才杀得掉。这个好了，漏了一把枪，太可恶了！那把看起来，从子弹的图案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火神，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啦。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喷火器。是电视，太好了。还有敌人吗？哇，堵住！哦，这个要直接来，大概不太妙哦。最近这样撞，应该会发出不少声响。More infected, I'm fine. 好不容易存活下来。
报纸。美军停止搜索行动。记者：尼夫·班诺夫。实地记者：随着最新的世卫报告指出，60%的全球人口已因 CPI 蔓延而死亡或受感染。美军总部发出声明，停止一切搜索行动。隔离区外10公里内的地区仍会派员巡逻，找寻想进入隔离区的市民，但将不会再派员前往偏远地区撤走可能被困的市民。首席检察官阿法门罗尔已在一封信中表明，在镇上找到这个是在搞什么鬼，不会有人来了。如果全球60%的人口都感染了这个病，那代表它扩散力应该很强啊。可是只是在地下室门挡着就不会扩散的情况下，到底是怎么跨过海洋去感染的呢？感觉还蛮不合理的。维他命。好啦，可以离开这一栋蛮悲惨的宿舍。门在哪里啊？门。Try the gate. You did it! Yeah. Yeah. We're all through. Gooch. Those clickers. You think they were fireflies? No. No, I don't think so. Yeah, how did the other effect is so close to the lab? Well, Bill used them as a form of defense. Maybe they're doing the same.Yeah, I could see that. Let's go. Yeah. Take a look. No guards. No nothing. Yeah, I'd expect to see someone by now. Ah, let's get inside. 应该是这一栋吧。一个人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走了，可能被感染者入侵了，说不定还要打不少人。Have you ever been to one of these?What, university? Yeah. No, not as a student, at least. Why not?
I had Sarah when I was pretty young. Were you married? For a while. What happened? Okay. Too much? Too much. We better.应该都没有遗漏什么了，我们来进这栋建筑吧。哎，这边居然是堵起来的。 哇，怎么进去啊？ 哪边？哦，这应该是要穿越建筑里面。 嗯，还是这个门。 感觉就推不开，有铁链。It's rusted shut. I'll have to find another way. 明明就是被铁链锁住，哪里是生锈？我们可以翻过去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小门吧。哎，我要怎么抓呢？
好像不能开，不是走这吗？也不太可能从这边跳过去啊。再推一次看看，果然不可能推得开啊，怎么办啊？这里也不是用打的，可以把那个铁链打碎。哇，老了，想不到了。对啊，不是这边啊，我应该没有漏掉什么啊。也没有地方看起来像可以爬的。还是说是这个箱子？这个箱子可以垫脚。不能，推不上去。走这个残障步道上去吗？那我要怎么办？难道是爬这个门吗？哦，原来是这样撞开啊。All right, not what I had in mind, but it'll do. 原来如此。从这里爬吗？应该要垫脚。让个路吧，小艾莉。让路。好，可以进去了。All right, we're inside. Come on, kiddo, give me your hand. There you go. Thanks. Let's look around. 这边应该还捡到不少物资吧。25个，这么大方，
哦，刀片。哟呼 ，Fireflies！ 这样大喊没有问题吗？要是有寻声者怎么办？ Let's keep it down until we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对啊。小孩，你在干嘛？Nothing useful. Ain't nothing here but a bunch of medical mumbo jumbo. I don't get it. Looks like they all just packed up and left in a hurry. Oh. Maybe not all of them. Stay close. 我先去吧，再从另外一边看一看。看起来上面要准备打了，可能有寻声者。现在如果要跟寻声者正面冲突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正面冲突哎。去到弹簧刀，好做一把。我胶带也满了。All right. 哦，还好有进来工具等级。还有汽油弹强化，改善燃烧弹的爆炸范围，这样应该要更多范围了。哦，大量零件，又是那个神秘的子弹。这里应该是不能下去。好吧，没有点到散弹枪。没有什么敌人呢。应该在这里面吧。There are no bodies. 也没有。That's good, right? We found out where they went.
这声音也太小了吧，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地上有不少可以拿来砸的东西，这样等一下就算发生战斗也算是比较安全的。五个血，前面是我刚刚上来的路啊，我又走了一遍了。已经开始迷失方向。有怪声，到底在哪？紧张哎！霉菌的 X 光。哦，所以他们还有做感染者的一些研究。猴子啊！ At least it ain't clickers. 吓死了。Well, maybe in all that research, they turned into fucking monkeys. Just keep searching, we'll find something. 哪来的自信呢？说不定只是一种安慰小阿姨的说法。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